徐木豆得多补补。哪套选择题比较好？这套是黄杠的，这套是我自己在后院出的，没添加难点。就他吧，帮我把错误答案取一下。好嘞。十四听起来不吉利，再抄几道吧。题目少又没营养，想坑我？我是本地人。哎，早说是本地人呐、啊，写这本呐、啊。再送我几根笔芯哈。哎，慢走。现煮的大题哟，看看喽。你这题会考吗？需要的试卷都是从我这儿进的。快来一道。我家没尺子，帮我画一下辅助线，方便回家做。得嘞。再帮我把重点画一下，公式写一下，解题步骤列一下，分数也打上吧。嘿嘿。老板，我有两道小题，帮我去掉错误选项，列公式打分数。找茬是吧？俺这旮沓作业只论扯卖。哦，我没有写这么多作业。